倔强扎根，破土向上，从黑暗中向阳而生。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培育一粒好种子，他们心怀星河，头顶烈日，深耕田畴，南繁北育。龙平高科玉米科学院，2017年7月，龙平高科玉米科学院成立，前身是成立于2005年的安徽龙平高科玉米研究所，从所到院，多年耕耘，逐步发展成为依托机械化、信息化、大数据的商业化玉米研发平台。在科技创新和市场导向的双轮驱动下，玉米科学院以推动种业进步、造福世界人民为使命，矢志为壮大民族种业的梦想而戮力前行。阳光雨露，滋养沃土，可期株叶经骨蒸。科技出新种，新种出高产。玉米科学院高度重视玉米新产品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累计超6亿元，在河南济源、吉林公主岭、山东齐河、海南乐东等地建成44000平方米办公厂区、2100亩高标准试验田、800平方米分子实验室，拥有 IntelliQ 基因分型平台、Octopia 自动化 DNA 提取平台等生物技术仪器70件。Helldrop 播种机、Omaco 播种机、Helldrop Combine 收割机等育种机械2300余万元。我们构建了国内领先的包括生物技术平台、常规育种平台以及生态测试平台的玉米现代化商业育种体系，每年组配杂交组合10万个，建立绿色通道试验点及生态测试点145个。育种技术水平从传统的大田育种发展到整合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数据的育种阶段，正在向基因型数据挖掘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阶段快速迈进。创新孕育，育种攻坚，花丝展颜皆硕果。我们重点选育适合黄淮海下玉米区、东华北春玉米区的玉米新品种，共审定玉米新品种94个，申请品种和自交系保护228项，授权79项。其中明星产品龙平206自审定以来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人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也，则富强不足谋也。我们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现有员工83人，硕士、博士人数占比43%，中高级农艺师20人，育种组织分工明确，研发能力居国内领先水平，5个常规育种团队，6个技术支持团队。同时，玉米科学院与一批国家级科研单位、重点高校强强合作，不断提升研发综合实力，包容的研发环境，多元的发展机制，充足的科研资源，为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风吹橙黄，谷盈朝阳，禾下梦，功则天下粮仓。怀家国志，为良种谋，是玉米科学院人的崇高理想。培育一粒好种子，是玉米科学院人的坚强信念。相信龙平高科玉米科学院的好种子，一定会在心系良安、情生民福的理念中，恩泽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广阔土地。种子研发能力是一个国家种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龙平高科玉米科学院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的玉米种子研发平台，为民族种业发展、为仓廪实、家国安接续奋斗，推动种业进步，造福世界人民。龙平高科玉米科学院。